在九月初的巴里去街访，我们前进了一位大贤者家。还记得来自巴里地方妈妈的怒吼吗？我觉得连那个什么树林都仿了，为什么巴黎是最靠近台北市的，而且我们比淡水好，淡水会塞车。是的，几个月前哈哈台举办了哈哈台街访今年考题100题，答题冠军的大贤者除了送上大贤者礼包之外，我们还会登门拜访大贤者一家子。没错，就是这集哈哈台伪租屋大调查第七集 AKA 大贤者专访特辑。很少来巴黎，那我们有去过巴黎左岸吗？谢谢，我们赶紧上楼。你们家很厉害耶，你们是河岸第一排耶，超美的。你们平时会在这边看风景吗？其实不会耶，就是我会出去外面种花，就那一排是我种的，可是我妈很讨厌我种的植物。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长得很丑。这盆是小番茄，圣女番茄，然后重点是一直到它开花，我才发现它是番茄，就为我一直以为它是辣椒，因为当初播种的时候就是辣椒番茄，辣椒番茄这样。你有真的把它摘下来吃吗？哦，它都长不出来，目前就是这样光秃秃的这样，所以我妈很讨厌它。孩子，我想妈妈不是讨厌，只是不忍直视这些植物受虐。恭喜你们完成了大贤者的那个礼物耶！我不得不说，你真的非常厉害。没有啦，我真的很紧张哎。街坊系列我真的全部都有看完。那其他系列呢？就是有时候看，有时候没看这样子。这样可以接进去吗？我是大贤者，我是不是应该要全部？那我现在要随机再抽考一题，问他阿贝说他要花多少钱？800到1000，而且我知道你们后来有就再去找阿贝，可是找不到，对不对？哦，好了，可以了，可以了。突然觉得记住这些资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他是最开始看哈哈台的人。哦，是他，是你带领妹妹进来哈哈台。对对对，我叫他一起看。哦、是那作答的人是他啦啦啦，是我。那为什么姐姐不自己作答？因为我考的低。他有考。家里的设计是由妈妈还是爸爸发想的、啊？怎么家的设计？也没什么设计，我们就是很简单啊，已经大改造了一番。这边大部分不是人家都摆酒柜吗？嗯。可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文昌位，当初讲说要摆他们两个。一些奖状，因为我们奖状都没办法摊开，有没有？太多了，都是学霸。哎、欸，也没有啦。可是我觉得他们看哈哈台的那个精神，如果当初读书这样的话，应该是台大。您女儿现在不就拿了个答题冠军吗？所以娃娃都是妈妈买的，那是她喜欢。她喜欢宫崎骏，宫崎骏，对，连时钟也是。因为我自己有想过，我如果住在就是类似这样的设计的房子里面的话，我怕晚上娃娃会动起来。哦、还好啦，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住在河边嘛，所以、一般民宿我是不住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刚刚的问题又没关系。我很好笑，他这么娃娃会不会活起来走、欸？可是哈台就是很随意啊，他们每次访问人家都把人家访问那个台词，就把人家搞得好像那个有点神经病。今天这集你们一家也要小心了。每个人都怪怪的、啊，有趣的意思，有趣的意思。然后你们的那个字幕，真的翻译的非常好，就是那个字幕是加分。他每次看你们字幕都觉得哇，怎么可以用那么好笑？好，现在 OC 还来得及，酒都放在后面，对不对？对，因为那个是这是爸爸的收藏吗？对对对。那这样不怕两位女儿偷喝吗？不可能啊，我是不会喝啊，可是他啊。你会偷喝酒吗？啊、我只有失恋的时候。他有时候感情受挫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坐在这张椅子，开始在那喝酒这样子，然后就是脸都红掉这样子。对，他都自己。我觉得那是一种耍宝。他就这样，他就傻笑，这样子。因为我都会坐在那一张椅子躺椅，然后我就转过来就看到他自己在那边喝酒，我就知道啊，心碎了，遇到情伤了这样子。女生有一点点酒量也好，因为出去外面才不会被人家喝个几杯就。就完蛋，所以还是要训练一下。所以我每次煮那个麻油鸡，我都全酒。谁比渣男下手更狠？生母。他不会出去一下就挂了，太危险。这样会不会变成你们两个很爱喝？没有，都不会。不会，对啊，我因为真正厉害的人是把那个酒煮到没有酒味，哦、就是喝起来就是很甜美。突然开始夸奖自己。高级的刺客都是杀人于无形无色。而聊着聊着，我们才发现姐妹俩竟然是双胞胎。双胞胎这样生下来，他们生成八字不就都长一样？哦、还是有两分钟啊，还是有差吧？对对对。因为这样下来，感觉两个人的命运跟个性都会很像，结果你们差两分钟，差你们以前玩那个默契游戏怎么玩？就没有默契。双胞胎真的没有心电感应。那噔噔噔噔噔噔。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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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没关系，这默契就当做一卵双生。但在某个领域，他们俩倒是挺有默契。在看另一半的时候，你们两个会撞菜吗？哦，小时候，这是我的苦了。可是你们不是没有默契，你们应该喜欢的类型也不一样吧？小时候喜欢的都同，几乎都同样的，对，都变成是我喜欢的，大家都喜欢的那个。我举这例子，难怪要坐在这边喝酒啊！都他造成的，而且我喜欢的人都会问我说要怎么追女妹这样子。你有一度生气过吗？没有，我都会帮他，都帮那个人追他。他很善良，他怎么这么悲催啊？这可以让他上哈兹卡西吗？哈兹卡西是哈哈台团队另外做的约会实境秀频道。哦，对对对， okay, 你想上哈兹卡西？对，他会想报名。你有报名吗？他还没报，他上次电访才知道。哦，那是可以报名，对 对，那是可以报名的、啊。妈妈 OK 吗？他如果想报恋爱配对节目，可以吗？妈妈有需要啊？酒这么差吗？不是这样的。看来为娘的平常也没有再客气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往你们房间移动。那个设计木工的那个师傅特地为我们做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 Hello Kitty。哦，那是妈妈私心的房间。对，然后我因为我叫 Kitty， 他叫 Melody。以前啦，真的假的？以前是美乐蒂，对，美乐蒂跟乐蒂演，对对对，然后我是主角，哎，他是配角，难怪情路不顺，情路都是他的。其实我在美乐蒂还好，是因为他把我名字选走了。是吗？我选走了，所以连男生都会喜欢他，对，然后连名字也要，连名字也要抢第一。男生我没有抢哦，男生我没有抢。你有什么东西要让给姐姐？穿衣眼光，对不对？他比较会穿衣服、啊、那姐姐你比较想要穿衣眼光还是比较想要她的男朋友穿衣眼光不要变国中生双生子之间的杀戮从嫌弃对方的衣着品味开始可是姐姐比较会打扮怎么可能没有桃花有啊哥都就爱你的人你不爱你爱的人不爱你姐姐的理想条件是什么玄彬不是不是不是我妈的理想就有刘海178差不多这样然后白白的瘦瘦的男生价值观对就 OK 姐妹情深妹妹要帮姐姐喊话请善待她快要流眼泪我可能要哭什么有悲催的故事是不是妹妹真的她真的要哭了什么哭了、欸、笑感动天太坎坷了我不是这种爱演的人哎、欸，这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对啊，对他好一点，对他好一点。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开始哭了。这前几个对他没有很好啊。他是遇到感情，他就会付出100%、100%，真的全神贯注、全力投入在上面。对对对对对，明明就可以找到不错的人，就是善良啦。前一个善良，前一个善良。对，那为什么会结束？就因为我已经出社会了，对，然后他可能还在读书，姐弟恋这样。不是不是，就是研究所之类的。哦，他继续念，环境不太一样，就是会有一种落差。对对。可能一开始交往的时候，男生还要去当兵，然后女生已经先出社会，对，所以女生会经历更多的事情，然后所以男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被兵变，就是这样来的。但是不是说你啦，盖瑞，你是那个男生？哦，这个是可以打开的，真的，这我妈买的，这是他的，这有灰尘，对，这是有点旧。你的电视，你的电视，这是电视，电视，电视，那都是 Hello Kitty 啊，哇，好可爱哦、喔！是它是可以看的电视吗？彩色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有。你们今天拍到古董？那这个现在这样价值多少钱？不知道，刚没炒，现在网络上已经十几万了。它有变颜色，它变黄黄，其实本来是白色的，本来是白色的，对。就是把它像垃圾一样把它摆在旁边，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上面。对对对，灰尘灰尘。一个这么有价值的东西被你们弄得很像路边摊。不知道，吓死了。10万块的置物架。对啊，孔金美置物架。你们两个人住一起吗？哦，对，我们是上下铺，然后姐姐以前是睡上铺，只是她后来搬走了，她搬到外面去，她住在钢琴房。为什么姐姐不想住这里？因为他觉得我打呼太大声，因为他打呼太大声。姐姐的住处。他为什么你要把你的人心看板放在姐姐的房间？这个人心看板是我妈做的，因为我以前高中同事一对。哦。对，然后就要大表演的时候，就突然有几个很疯狂的家长后援会啊，他们就把他们
女儿做成一个看板，我就整个就躲起来。那时候一下游览车，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人行道上面。然后一下来看到自己，啊，快吓死！现在被吓死的应该只剩姐姐了。但是你的衣服都是摆在哪里？都是他那间。所以你还是得回去换衣服是吗？既然不想同居，是因为他们各自都要讲电话。哎，他讲完电话，嘿，这样子笑，你在旁边听就很讨厌。我就说安静一点。哎，你是在？你一直要回报？没有啊，就怕这一集出去之后，我就叫不出去，没办法出去见人了。没有，这很真实啊，就是讲讲就是把你的衣柜。打开，那个没有很乱啊，还好吧。好了，那可不可以那个马赛克这样？放马赛克一下就可以了，整间都马赛克。好啊，那个是古筝吗？哦，对，是古筝。现在如果要你随机来，哦，不行哦，可以吧？我来没有，不行不行，我才刚学几，就是学几个月而已。那你现在最拿手的是什么？钢琴吗？你们两个玩个演习上呗。快点去弹去弹，然后你们跳个舞，要不然这次真的是出去之后，你们两个真的不要见人。太棒了，妈妈！至少您女儿没有给我们节目落亏。接着是妹妹挽救形象的时间。因为版权考量，配上其他音乐后，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挽救成功。最后，在我们告别大贤者一家子之前，对于摆设有些新的发现。我发现你们家有很多叫欧美的摆饰，然后都会写一些祝事平安什么的。所以你们家是基督教吗？对，就算是啊，就是不会到非常就是。你们受洗？有，我们受洗。妈妈就是之前都到我们礼拜天上教会这样。爸妈都是吗？对，妈主要是妈妈，我们没有到非常虔诚。看妈妈眼色，看妈妈眼色。在妈妈面前讲。对啊，我都信了，就是对自己有工作。可是我觉得她有一阵子非常积极，一直在祷告，是因为她每次失恋的时候，她就。啊、失恋的时候祷告，上帝上帝，然后要找新恋情的时候就找月老，拜另外一个神，对，他是那个叛徒，上帝惩罚，上帝惩罚，上那个考试的时候就去拜那个什么文昌帝君那个。你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带我们去拜吗？那时候我考大学的时候，妈妈你也背叛。原来妈妈才是叛徒集团的首脑，不愧是大贤者，一家子欢乐气氛严重。以上就是今天的大贤者伪租屋大调查，欢迎投稿你神奇的家。进广告。没那么快，得好好计划。谢谢阿公。我觉得这个很拥抱，嗯，很赞。现场看会更赞，是刚那个揪一下，然后再抱。我在看这个不过瘾，我想要看现场的两位男性，可以帮我揪一下。摄影师也是男性啊，你看高瑞爸爸，好棒哦！摄影师也是男性，各位粉丝是在变成也是男性。我想要看现场，我难得觉得就是可以，可以。我们要看完之后才要说哎、欸，才要做这件事情哎。我们可以再谈啊。哎，可是我现在嘴唇有点干。因为背景怎么办？这还好。喝水没有用啊。少女的尖叫，好刺激啊！哎，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我平时跟他就是会就是我们就是会垃圾。三二一，走。谢谢老公。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React Video 啦。酷盖爸爸第二季每个礼拜一晚上九点都会在嘎嘎乌拉拉上面，大家记得去看哦。哈哈，太 original。